敢不敢接，就看你们有没有武魂武胆了。嗯。再说，你们太极系接了，如果我们输了，会有五人转到你们系；但如果我们赢了，你们向我们道歉就好。毕竟，我们太极系可不是什么人都要的。有意思，一周以后见。老大，我回来了。